湿润的黄瓜皮以后千万不要扔了，今天咱用黄瓜皮做一道凉粉儿。黄瓜皮洗净，放入榨汁机，加水，榨成汁。用漏网过滤，300克的黄瓜汁加入50克的白凉粉儿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倒入无忧无水的锅中，小火不停的慢慢搅拌。 烧开，倒在碗中微微放凉，放在保鲜冷藏15分钟。冷却好的凉粉 QQ 弹弹，取出给的切成小丁，改好刀放在盘中备用。碗中放入1勺蒜泥，来勺红的辣椒末，少来点香菜末，少来点盐、鸡精、白糖，2勺生抽，2小勺米醋，少来几滴香油。喜欢吃辣的少来点辣椒油。 搅拌均匀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最后撒点虾皮儿。自己在家做的黄瓜凉粉 QQ 弹弹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喜欢的给个双击，感谢大家支持。